壁咚十秒，你找个陌生的男生壁咚十秒。壁什么？壁咚，就是间隔十厘米左右，对视十秒，不准眨眼。就在看人家。啊，就是，然后一定要骚气一点啊，搂着男生，就这么搂着，就这么看着。然后那男的没忍住，嘎给你来一口，那就尴尬了，我操！啊，壁咚知道什么叫壁咚吗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从把你按到墙根，你这样，懂了吗？啊，OK， 啊，那隔近一点，你看着我，时间到了，可完，这十秒钟好难熬啊！谢谢，就是对视，对，但是又不能说，谢谢，帅哥，非常感谢，我们是，我要把你摁到墙根儿，十秒钟。手拿开 ，You are beautiful， 你特别的美，我跟你男朋友有哪点不一样？都一样吧 ？OK， 太不好了，这怎么可以那么大？哇，非常感谢，哇，手还上上，注意安全啊！感谢大哥啊！你是他跟班是吧？哎呀，当电灯泡的感觉好尴尬哦！你也找个男朋友吧。哥哥们，我来了。哇，还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怕，你别笑我的，笑惨了。或者你别怕，别怕，稳住。我的眼睛，不到十秒，不到十秒，十秒。帅哥，等一下，就是我们可以合个影吗？可以，就我们合个影。啊，我以前玩。帮我们合影。OK 了吗？谢谢，那个帅哥可以留。